每日晚上7:35，南出南南准时跟您相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传。每八日八时的说法来邀请您到店来听法治案件，为您解释法疑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到大家去看的案件是乌色星期一。六合有理，命当好吃。很多血从脸上涌出来了。打开完我然后晕了，我差点晕了。幽灵园已被除队，事发前却一对重开。本人回不来，他就心里着急。更加侪发现，邓家中正气愤，因要为囡仔讨回公道。敬请关注《乌色星期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2011年3月14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一条国道顶啊，一只校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这个事故的结果啊，让人非常的痛心。踮伫咧北京市丰台区这座老的地产的半地下室内面，有一个幼儿园叫做挺灵三月幼儿园。伫咧2011年3月14日8:30，五个老师带着76个囡仔，坐了门口一只金陵客车，开车司机啊叫做游月。司机游月说，这跩囡仔是要去30公里外这个门头郊区，就幼儿园来去读册。这只车是50个座位，当然哩超载31个人，基本上是4个囡仔挤伫咧一个3人座的座椅顶。作为一个老司机，伊也知影安尼是无安全的。但是迄个早起啊，因为国道顶车无真多，佮加上伊熟悉情况，所以啊，油门就无管限速60公里这个指示牌咯，加大油门时速开啊到98。我的车也开的今天也确实挺快，有一块石头压在石头上，我的车碰到那个灯杆上，碰灯杆就车有点失控了，接着我就撞飞了。他是车失控之后呢，因为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说是先撞上了路边的这个电线杆。撞上电线杆之后呢，这个车辆又继续往前行进，然后撞上这个围挡之后呢，这个围挡上的这个铁管呢就击穿他的这个车的右前部的玻璃，击穿进来之后击死了两位这个咱们这个案件中的受害人。车行驶到108国道环岛附近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司机有个无注意到路边的时间，就直接开过去。一支隔离护栏的铁杆啊，将直直插入去车里。坐咧司机边头，这个幼儿园的园长刘雪莹跟一个囡仔，等这个铁杆哦，夹穿了头部。司机有个落车就拍了110和120。这阵时啊，园长刘雪莹已经无呼吸了。那些大波囡仔小号被送去医院，中午时啊，因爸母将30公里外这丰台赶到了医院，看到人家冷冰冰的尸体，因老母当场煞昏倒。交警通过勘察得出结论，司机有个是超载超速行驶，对于这个事故负有完全的责任。被警方当场煞拘留了，交警啊，并且责令肇事车辆所属的这个北京牡丹航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分公司，就分别负担两个死者家属各25,000的丧葬费。早起还是滑跳跳的干，一束目却变作冷寂寂的尸体。小号爸母啊，无法能接受这款的事实。因都是10年前为享受来个北京拍工，小号是因唯一的囡仔。2年前，夫妻两个开了一个麻辣烫店，欺诈偷案嘛，伫咧贪钱啊，就是为了等囡仔留伫家己的身边，伫北京接受一个良好的教育。车祸发生以后啊，也侪人都想未通，为什么丰台幼儿园就让囡仔呢去30公里外这门头沟去上课？小号爸母说，今年春节后一日啦，幼儿园园长刘雪莹，也就是车祸中另外一个死者，是安尼跟家长说。
他就说办地下室，不让办幼儿园怎么的，他说这个装修呢嘛，就说暂时去了一两个月。邓新红的老说明给家长们解释是洪大夫高位下了这个通知，除了搬地下室是不允许开办这个幼儿园的，所以啊研究在附近找一个所在，但是装修需要两个月，为了无影响囡仔去读册，那么这两个月啊，就从因去30公里或者门头沟借一个所在，每日啊都会有班车，伫原本幼儿园即搭呢接囡仔去读册，园长阿个说，囡仔呢可以自行选择，是毋是继续留伫这个停灵双语幼儿园读册？伫丰台迄间原底幼儿园啊。距离门头沟有30几公里，新修的公路，路况也袂歹啊，行驶20几分钟就有法通到。那小虎的老母啊，就倒校车去个一摆，感觉呢，除了离厝内较远啊，其他条件也阁可以。小虎的厝边或者小文，也是这群幼儿园的学生，事发迄当日啦，小文就坐伫小虎的后壁。他说那个车不是撞上了吗？那个玻璃哗落他一脖子，他跟了几趟人，然后说都那个看见那个小孩那个鼻上撞那钢管插上了，小孩吓得满车乱哭。小文从北部上到河南老家，小虎北部啊，也从鼻通中逐渐的清醒过来，因啊发誓要找到事故的原凶。咱现在看到这座楼的底部是刷了彩色的，啊，这就是停灵双语幼儿园。在事故发生的当日啦，已经被查封了。幼儿园的老板、老母，也是因为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逮捕了。到这阵时啊，家长们才知影，这间幼儿园本身就无资质的恶幼儿园，并且呢，在事发的前两个月。啊，就是2021年1月25号，已经被丰台区教委责令关闭。因为老母伫咧关押，记者无法去采访伊。那么附近呢，即间叫做青塔东里幼儿园的老板向阮透露了停灵双语幼儿园被取缔这个真正原因。地下室。地下室。没有资质。小虎爸母伊吓到啊！幼儿园园长刘雪玲。当初对家长们是说了假话，幼儿园在别个所在开园的真正原因呢，是被依法处置。临时这个办学地点无合格，那既然被处置，为什么要到30公里外这门头郊区去继续营业呢？他找人家主要原因，他是买人家的幼儿园，他买的，政府给他关掉了，关掉了他是那个就闭了几个幼儿园，是他给人。转让过来的，本钱都回不来，谈了一个，对，他本钱回不来，他就心里着急。这个地震人士啊，停灵双语幼儿园的老板老母，去年才花了36万，从别人手中搬落来这间幼儿园的，每个月的收入4至5万，可是呢，还佫无法能回收成本，就依法处置了，为了投资啊，无人白白无去。啊，就是为了留住这200外生源幼儿园啊，被取缔以后，老母想到去租房，搁较便宜的这个门头郊区继续去经营。咱现时看到这个幼儿园，就是囡仔曾经就读的所在。从外观看，这个幼儿园确实比停灵双语幼儿园的搬地下室就较好啦。但是这个司机又个说，当初就这搭读册啊。里面还佫没装修好呢，它都是那个墙是水泥的啊，地下全是土。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没还没装修完呢。对对对，每天都要往里洒水，要么很呛。司机有解释，停灵双语幼儿园为了留住原本在这读册跩囡仔哦，逐个月要开12000块的租金，租一只大客车来运跩囡仔，那么就增加了。办幼儿园的成本哦，为此呢，这幼儿园的老板老母啊，就克扣了囡仔的伙食费。
完我们在那吃过他们的饭，嗯，确实很难吃，我都也当然那个可能小孩小吧，嗯，都什么东西？熬白菜熬土豆，小孩的午餐就是这些。对，我说我们是不吃的，咱姐，我说我要有孩子，我肯定不会送到这个的。小河爸母啊，也气愤，因一直在咧后悔，当初等囡仔留落来。小河爸母说，囡仔是2008年5月去停灵山去幼儿园的，即搭离厝内那使步行正十分钟的路程，收费也较俗，加上中学本一共一个月哦才450块。因到现场去考察个，认为还阁是可以的。全通表上面是，你看我再说，还有什么，丰台区教育幼儿教育培训基地什么，幼儿幼，艺术对，就是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丰台教育幼儿教育培训基地。虽然停灵山幼儿园的办学条件并不是亚理想，但是小河爸母啊，看到幼儿园的这些动变呐，啊就先以为真了。因为这就是一群有资质的幼儿园。小河爸母啊，是从陕西来到北京打工的外来打工人员，将囡仔送到幼儿园读册啊，是希望伊有法能在北京受到良好的教育。无想到，最终发生了这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的背后，除了无资质的幼儿园，还佫有真侪让人意识无够所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啊，咱继续来关注。好，感谢收看这期的说法。本节目啊，由晋江市司法局联合制作，咱下集节目再见。热线8563300003。啊，真无人，就是我下摆你若拄着我，唔通叫我阿猫咯，我咧改名咯，现在名声想袂好，所以哦，大家想先叫我真无人。啊，你若是啥物建议咯，想法咯，就拍阮的电话8563300003来跟。真无人识，就是我，欢迎你来拍电话啊！阿嬷，阿嬷啊，阿嬷，阿嬷，嬷，停咧！嬷，从今仔开始，阮找无阿嬷咯，只有我真无人。哦，啊，就是情急煞叫呾，这啊，干啊，真无人啊，真无人。嗯，我是听伊说你要改名哦，我倒是你四亚是想了一面一日，终于哦有淡薄。建议甲想法，大得意来共你提啊！我空咯，不愧是几十年的老兄弟，我先传只讲啊！哈！啊，你有啥物有咩好诶建议想法咧？先让我听下咧。你看，你看，都掉吼！啊，你说，你说，你看，咱这个号名吼，那是用建国42代设计，这号名无同的时阵哦，就无同的相应力。啊，跩上用你哦，大部人结婚去跩上用你来出名嗨。哦，是安尼哦。你不要在你，迄个时代用什么用什么你啊？比如说，啊，伫建国初年，哦，大部咧，咱跩大部上用的是跩什么啊？福、富、贵、雄、棍等等等等。哦。啊，那跩查某啊，上用啥你知？心。英、玉、兰、爱、雄，哦，难怪来看电视剧，叫咧叫什么？玉兰呐，开门哦！啊，雄啊，雄菜哦！我来都做都够受规矩的啊！你看，就后也是后底去平的啊！哦，阿雄的咯，来介绍安怎？好，大步大步。啊，你来看哦，按50年代跟这70年代。
应该无上。你搁说我听哪呢？这大波上应啥？你谈？搁说明、中、合、文、建、制。等等等等，有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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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查某哩，查某是用啥哩单？零、梅、红、绿、平、林、下、粉，等等等等等等。哦，有影有影有影。主要是干？主要是为了学习文化，甲建设祖国文化大革命等诸方面的哩。啊，咱读这些艺评咯，什么阿雄咯，就伫这个时代出来。哦，我、哦、我是说了这个时代哩。啊，那到咱这个八十年代啊，好名又搁无上咯。你搁说我听嘛哩？这好名应该我继续我欺骗，搁文爱哩。吼、哦，比如说这，这大波也做个用什么呀？微、巧、乌、鹏、涛、开、很、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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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听见！啊，是到这查某。听见啊！啊，这讲啊，嗯，咱啊要说爱就说了，唔好讲你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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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着我头是叫你下去。哦，阿多，哈哈，啊，真实就做，真实就做，有听有听。安尼听咧，较有淡薄专业气吼，无安尼七比八。是哦，是哦，有听是是。那这查某八十年代，这查某好名无同啊，叫用什么单？叫啥？剑如。滚停还是美还是单还是红还是弯还是哪我们家都对啊等等这好这好名好给用单的这出现了也要做三名有名有名你好也要做三名这个有准啊这个单位哦都是有两三个名，计是两三个人的号名哦，计在号三上个。有呀有呀有呀！你无说我一个，我搁想着桩代志咯。什么代志啊？阮家姓单位一个老兄弟啊，隔三段的老兄弟叫乌油，谈一个女朋友，啊两个人到要谈婚说嫁，唔要发到桩代志咯。哈！啊，一个乌油啊，一个啦，一关一大个礼品，就是按什么去女方门出啊，女朋友出要提亲啦。我知你说的理理，我不哈。啊，咱这人转来还客了，啊咱。哎呀，这个李就讲欧油色，欧油啊，这个是阮爸叫欧油。我靠，两个欧油，等过个亲戚。啊，李李因老爸啊叫欧油啊。啊是啦，你怎么离我是我？哎，你啊，这李李啊，白色咯，无管无管。你啊是要做我的家产，你就得改名。啊，你啊唔好，大项那是免提咯。啊啊！要改啥名？啊，到尾国不如从就着改名咯。哈，阿妈晓得白油是？哇！啊，你搞死我沙场！哦，你啊，白油叫白油，啊，白油这个假，丈人乌油啊，这假晒白油啊，你起来唔知吃？啊是啊，我嘛是怕人家整你嗨。啊，我那啥讲啊？你现在稳住哦，我听你也清楚，但是哦，啊无啥好整你，无啥你家己看。阿姨爱你啦，阿婆我在等你个心，你要等来咯，赶快合同，我想一个好名，你看如何啊？好名，第十二期顶尾公布了，我倒来去个心，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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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啊，咱天气明明叫做时阵无叫准，只因缺半杯，你未对啊，就是一日酒，闲酒下酒哩，唔知恁有猜出来无？错了，咱今仔明明叫做。一点补充，当然也是要猜一日哩。你老猜到，就会记你拍阮的热线85633003来共阮说，啊，赶紧来猜。看了今仔定名，咱接来看看昨日的幸运观众是上阿哩。来自吉茂的蔡天意，手机号是7468。感谢你的这个参与，你将获得由龙背景提供的永生茶一份、万代龙蝶山大礼包一份，以及由雅舍家政提供的服务大礼包一份。好了，咱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咱的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日暗暝7:35，您可以订阅我的网站，观看我的节目。明仔上集时间再见。